根据卫生福利部上新的统计资料，122年度可能是大死因，恶性肿瘤已经连续42年伫咧第一名的地位。今日伫咧伊德国中举办复合式健康筛选活动，透过行动医疗将全方位的医疗服务扎入去社区，并全力推广四大癌症的检查。各乡镇市的复合式筛检呐，也当恭喜最受欢迎的地方的这种身体健康大家一起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哈。那每一次在这个复合式筛检的乡镇市场，那一般来参加的人大概在1000到1500左右所以慢慢啊，大家拢养成身体检查的习惯哈。那今天特别到宜德，那我家己的故乡。看到足侪咱遮个时代大家做伙吼来这个所在做身体检查。那整个检查项目大概40多项哈所以当公司一次到医院一个这个小型的身体健康检查。那身体健康检查是足重要哈，因为咱台湾的医疗技术来当讲真厉害，包括即马有健保所以基本上检查对咱来讲绝对有好处哈一方面买当。了解自己身体是不是有健康，如果没健康，就可以马上进入到治疗的阶段。那台湾的医疗技术可以说是全世界排前三名，所以在台湾大家不用怕检查，那健保也不用怕这个花钱的问题。馆长汪章良说，癌症检查是关键重要工作之一，嘉义县直属以行动医疗以及全力实践的方式来守护乡亲。唔，那是每日暗时甲家里，那是18乡镇拢行透透，将检查直接送到大家村里，让民众会当就近筛检。最新新闻内就一直向彩虹报道。你知道学校有什么东西换新的吗？对啊，搁有新风换气系统。近近的桌子都会摇，摇，一摇，近近的车看修当就会整个漏出来，现在可以放比较多，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你会不会过敏？会。装了新风换气系统之后就好很多，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考试100分吗？成绩有提升啊。敢学新的操场，因为新的操场很好跑步，跑步超舒服的那种。硬体是软体的基础，升级校园才能升级孩子们的未来。让嘉义的孩子们尽情学习，大口呼吸，快乐奔跑。嘉义，我的家，教学环境全面佳。